真的吗？喂，忙什么啊？不要打扰装了吗？我要努力练习，今天才可以跳三连冲。月球，哈哈哈哈，不可能啊，我们有地心引力啊，就算你跳上去也会扑通马上掉下来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要克服地心引力才有办法啦。哈，这样我怎么上月球找我的朋友啊？我们可以找聪明兔啊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一定知道怎么可以上月球。好，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呱兔兔啊，你果然是我们兔子界聪明的第一把交椅。好说好说，不过的确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我的。结果，那我可以像这颗球一样克服地心力飞上月球吗？你确定？确定。你肯定？肯定。不会后悔？不会后悔。那你可以带我上月球吗？我不要。不过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有一个朋友，他应该可以完成你们的梦想。我找一下哦。朋友，已有了，明天在这里。阿姆斯托，阿姆斯托，不是的，他姓阿姆，叫斯壮，他可以帮助你们克服地心引力飞上月球。你们呢，可以写个 email 给他，不过记得要说英文的哦。我是聪明又美丽的 Jumi， 我是对什么都很好奇、什么都想问的 Q 小妹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、什么事情都最勇敢的呱宝。哎，又不寻常的讯号了。我也觉得很不寻常，因为我之前居然忘记带零食了啦。卖够脚，卖够脚。宝宝，你看，那里怎么会有人在飞啊？真的哎？怎么可能？又是魔法啦！真的有人坐在那里啊？你们想飞吗？找我就对了。哇，好帅哦！请问你是魔法师吗？教练，你是魔法师，因为你用魔法就把这个变上天了。其实想飞一直是人类的梦想，所以有人就发明了这个飞行伞。飞行伞？不是，一定是魔毯，所以是那个是魔法伞，是飞行伞。哦，飞行伞。那怎么会飞起来？靠风跟热气流，我们就可以飞高。所以它没有引擎，没有引擎，没有电池，没有电池，靠风。靠风，靠热气流，我们就可以飞高。所以就是靠科学的力量咯。想飞吗？想。等一下就载你们飞。真的要飞吗？教练，请问跟你飞有安全吗？安全。为什么？我飞15年了。好安全。飞15年了，还好手好脚的，都没下来过吗？没有停过，没有停过，每天都来。只要好天气就在飞。可是我认真的，我蛮怕高的耶。哎呀，反正牙一咬就过了。一起去飞机都是牙咬就过了。从小到大都非常怕高的呱宝，竟然要挑战飞行伞，究竟他能否跨出这飞上天空的第一步呢？我可以让你更怕吗？不要。教练，你告诉他这边离地面多高？你说给他听。落差200公尺。200公而已。是而已，还好啦。我只听到而已而已。好，出发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最后说一下嘛。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嫂嫂、乐乐，我爱你们。不是，是关于节目的，是不是？对啦。希望《哈洛马奇克》收视率一飞冲天。OK， 加油！加油！你最棒了。他的背影怎么有点落寞？他的背影好感动。哎，落寞了。谢谢。我每次。
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下辈子当人。来不及了 ，Are you OK？ 我觉得那种心情呢，是有一种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。好好笑，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这样，我好开心啊！他刚刚不是说是最勇敢、什么都不怕的瓜宝吗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事情都最勇敢的。瓜宝，我是真的怕，不是假的。来，要坐下啊！现在只管往前冲，现在只管往前冲，你就往前冲就对了。你就往前冲，大声叫就好了。那你确保了我，我也可以确保一下你吗？确保。好好好，一二三，往前走。啊！站好，站好，站稳，站稳。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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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稳，站稳，站稳。上天空之后，接着下来就轮到啾咪跟 Q 小妹着装准备飞行喽。两位女孩会比瓜宝勇敢吗？你要问我准备好了吗？没准备好，还没啊，还没，还是要出去。好，站稳。哎，别来急，好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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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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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快！小妹、啾咪跟瓜宝终于都开心的飞上天空了。虽然瓜宝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崩溃，其实飞行伞除了起飞时需要很大的勇气之外，要从高空下降回到地面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哦。左右边拉这个的时候，就是靠，就是让它可以控制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控制方向，那它跟科学有关系吗？有，你拉右边就是右边增加阻力，拉右边就往右转，拉左边往左转。哦，所以也是靠的那个阻力的方式来控制方向。那比如说在空中，假设你一直往前飞，也能够有刹车吗？刹车就是两边一起拉，就是两边都减速。哦，就可以让那个阻力更大。对，很多人会来普里这里玩。对。Thank you.
可以了吧？对着镜头什么感想？已经失魂了。哎，广告一下，西瓜醒醒了，我的鼻水一直流出来，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去擦它。嗯，谢谢教练。回神了吗？我觉得超恐怖。停止 ，OK。有坐的吗？怎么样？哇，好舒服啊！刚做完之后呢，高老师真的打从内心的、诚挚的说出我内心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会再做第二次。他刚刚笑叫声好凄厉哦。飙高音，飙高音。你克服了，我觉得对，可是至少我克服了，而且呢，有做过这一次，就够了，人生真的值得了。下来之后，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当个更好的人。你还好吗？不太好，我刚刚那个旋转我真不行。对吗？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旋转超快，超快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很害怕，可是在空中飞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全。嗯，然后好像上了一个自然科学课一样，这一切都是有科学原理的。没错，所以想要知道呢，这个飞行伞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翱翔在空中呢？现在呢，就一起来看看科学原理吧。飞行伞之所以不靠机械动力就可以往上飞，是因为它的机翼呢长得像飞机的翅膀一样，只要风吹过来呢就可以往上产生上升的力量，这个升力可以对抗地吸引力。而飞行伞为什么可以控制方向呢？是因为它的机翼可以左右拉，然后来控制角度，就可以控制方向。 Hello 马奇娜，街头魔术秀，今天我们要来找奇迹的制造者，会是谁呢？好期待哦。那边有一个人穿着打扮有点怪异，一定是他，就是他，去找他 ，Go。他为什么要穿这样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？看你的穿着打扮，你应该就是那个会魔法的魔术师吧？还是你在弹古筝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整理这个布而已。哦，在整理这个布哦。你们想要体验魔法吗？想啊。他最想哦，对，有，我看到有自愿，有自愿。因为今天刚好你们来哈，我刚刚刚好在测试一个东西，测试。对，那这个东西因为还在测试阶段，所以不太方便找路了。我们找我们的 Q 小妹，就你找妹啦。Q 小妹，对对对对对，放心，没关系，对对没关系，因为那个对，因为那个道具上有说。他说这个道具呢，十次只会失败一次。啊，不会，是啊，没有开玩笑，看一下，这是正常的，是我刚刚跟那个隔壁那个卖红茶的阿姨借的两张正常的木头，还有一个毯子，好，都是借来的，来，可以啦。所以他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是生活的表演，但是这个魔术呢，有一个名字叫做挑战人体极限，这是一个大型的幻术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在这木板上面呢放了一块布，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张椅子？麻烦你踩着，然后坐到桌子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原来这是一个人垫脚的。对，可以哦。这可以承重几公斤？可以。那我们要先问他，没有啦，看一下。不要问这个。他很身为一个魔法师，任何的问题都没有关系，就跟气球一样轻飘飘的。哦。接下来麻烦你帮我做第二件事情，帮我双手抱胸，轻轻的躺下，双手抱胸。好，接下来要挑战人体的极限，什么意思呢？眼睛闭着。直接把我躺下就可以，来，我扶着你。只是躺下。哎，小姐，哪里需要加强？好自然的垂下，好自然的垂下。哇！好可怕！双手抱胸，双手抱胸。接下来麻烦你呢，帮我呢，双脚交叉，帮我稍微用力一下，这样子。对，好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我们这边呢天气比较冷一点，温差变化比较大。对。先帮他做一个贴心的动作，就叫做。他好忙。盖棉被。啊！来喽。哇，还两层哎，好保暖。OK。首先第一步，好了，不要动哦。他没有动。好，来，我撑着木板，麻烦了，帮我把衣字稍微。其实我蛮紧张的耶。来喽，对，七、二、三，有。什么？机会不多，来，这时间不够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
我们两个可以从这边钻出去吗？我让你们体验一下好了，我这边没有，我们这个是啊款来帮我。可是我们比较喜欢亲身体验呢。先过去，先过去，先过来，先过来。对，好，直接过去过他的头，真的是空的，去并没有任何的钢丝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是空，你可以体验了，亲身体验，没关系，来，哦，龙边，哦，没有，真的，啊，怎么会这样 ？OK， 来，这个。要怎么样回来呢？非常非常简单，来。我好想访问他哦。正常的，他现在不能说话。对，他现在不能说话。来喽，来准备哦，我们起跳，一、二、三，拍拍手，给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呼，来，你先下来，这是什么事情？直接跳下来，直接跳下来，可以，直接可以跳下来，可以。来，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。你来，你刚刚什么感觉？我刚刚什么感觉都没有哎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觉得什么没有任何动静啊，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刚睡着了一样。你刚漂浮。真的吗？在空中哎。对，这个全部都没有，板子都不见了，然后你还是浮在那，我们还从你下面钻过去。钻过去。真的妙不可思议。这个魔术叫做梦想飞翔，就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在外事里面都能够展翅高飞，拥抱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意思是说，这个非常适合在毕业季表演给大家看。没错。我也想要学。那么你来一下好了。不，你想要变是不是？节目就是 Hello 马奇克，就是要教大家一些科学的知识常识啊。那你应该要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啊？原理在哪？这个是太大型的魔术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力矩的东西，不能再透露更多了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学另外一种吗？可以啊。每个人都学得会。我来准备一个平常小朋友在家里就可以拿到的东西。这个我加油，我可以。番茄酱，这个是去便利商店就可以拿得到的番茄酱，正常普通番茄酱。只是我在来之前呢，我就把这个番茄酱放到水里面了。水里面，这就是正常的矿泉水。对啊 ，OK， 可以确定一下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因为呢，番茄酱里面呢，它的密度比较轻，所以它会浮在水面上。对 ，OK。身为一个魔术师呢，我们要改变东西的比重，让它浮浮沉沉，产生所谓的漂浮的感觉。真的耶，什么意思呢？来，要仔细看啊。我先呢，第一步呢，在这个地方摩擦一下，然后浮在上面的番茄酱就会。为什么？轻轻吹口气，抬一下手指头，还会再回来。好听话的番茄酱，来，你也可以。对，身为一个魔术师，哎，你这是鸡爪，你要这样子，对，来哦，轻轻的接触，让他感受到你手传下去，你也会，魔术师，你也会，魔术师，你也会，慢慢的，好，把你手的力量慢慢的离开，起来吧。很听话，你很乖，谢谢大家。我的掌声好清晰，我的。哎，你好，我学会了耶！你们试试看，我可以隔空吗？可以用嘴巴亲他一下，他就会下来了，好不好？亲他一下，这样也可以。一二三。小温暖的亲吻也有效，再亲一下。有你的吻，真的，没有，我只要把你的这个吻呢，轻轻的摩擦掉。就是把吻收回的意思。你的吻，让人下沉，是吗？擦掉就。那换你来亲了。我不要他亲。我想知道这个原理哦。我也是。番茄酱包之所以可以上升跟下沉呢，是因为魔术师事前在番茄酱包上刺穿了一个洞，这个洞可以让压力进出番茄酱包。当你手压这个保特瓶的时候，番茄酱包里面的空气会被压缩，浮力就会下降，然后就会沉下去。那当你手放开的时候呢，体积变大了，番茄酱包就浮上来了。怎么又掉了？哎，你在做什么？上去啊！是不是你新买的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买到瑕疵品啦，贪小便宜哈。我没有啊，这很贵哎。嘿嘿，怕挂钩不老实吗？交给我，救命！交给你哦，好啊，那你帮我们拿去退货哦。谢谢，不用退货啦，只要施展一点点 magic， 挂钩就会粘得牢牢的喽。
首先需要这些道具。哦，现在要做什么？嘿嘿，鸡蛋，请把它的蛋白跟蛋黄分开。哦，这我会。可以可以。噔噔，我们只要涂一点点的蛋白在上面。嗯，嘿嘿 ，Q 小妹，你的挂钩变得牢牢的，你试试看，这样子吗？嗯，粘上去吧。会。好，但重点是呢，我们要等它干了之后才可以挂重物。你现在可以用吹风机帮忙。好。哦，把它吹干。对，吹到什么时候？让它吹干，差不多热热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，你挂挂看吧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希望大家呢都要记起来喽。哈维尔实验室，爱迪生说过，天才是1%的灵感，再加上99%的汗水，任何的成功都不是偶然。今天我要让我的瓜宝一号跟瓜宝二号来一个世纪大对决，1、2、3 ，Go！怎么会输给二号？这问题实在是太难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请出我的秘密武器。博士，大事不妙了！博士，快出来帮我！哎，瓜宝早啊，怎么了？博士你来了！哎，太好了，我的瓜宝一号啊，跑出了瓜宝二号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哦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细节中。这个瓜宝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瓜宝一号呢？这个是个货卡车，对，它的体型比较大，风阻比较大。那这瓜宝二号是一个流线型的跑车，哈，风阻比较小，所以当然二号跑得比较快啊。哦，可是什么是风阻啊？风阻就有点像是你在快速奔跑的时候，哈，是不是有一股风作用在你身上？你是不是感觉有一个力量在挡着你前进呢？有有，好像是哎。对，这就是风阻。哦，难怪刚刚是同样的力量，同样的位置会产生不同的差异，原来如此。瓜宝，这里有个挡板哈，对，只要把这个挡板呢加在瓜宝二号的身上，那他们两个的风阻一样大的时候，就会跑得一样慢了。可以试试看。真的吗？嗯，来试试哦。1、2、3 ，Go！ Go！ 真的耶，它速度真的就变慢了耶。是啊，所以风阻影响速度很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哈维尔实验室，我们就下次见喽。对了，不是，是不是梳子那个梳到一半啊？对呀。那我帮你结束最后好不好？啊，你今天是要去约会吗？约会的话，可能要再狂野一点哦。这样，没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竺鼠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。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看这里。